我付啊吼，还袂，哎，要等哪下？啊付了吼，还袂，即摆袂付的，嘛，啊，这反正讲了三次了，都一样啦。然后等一下就，他说，啊，后来他拿进去了。我袂听哦，我提了，啊，即摆哦，我袂去提了。哇，他真正是，就是有时候真的是，怪不得很多老人家、有年轻人不大喜欢跟老人住啊。哦。老人蛮累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老人蛮啰嗦的很。嘿，啰啰嗦啊哈！太啰嗦了，难听，哭了好几次。啊，而且刚才讲的毛可怜，啊，就不要变，不要变成那种就好。以后不要了哦。哎呀，真的好累，我自己都感觉很累了。嗯。慢慢我也不耐烦。我无耐心，食愈老愈无耐心，真的啊。我感觉年岁愈侪愈无耐心，我不耐心。还要急性子，怎么变成这样？我懂啊，急性子也是有生育家庭的压迫的。嗯。啊，你去哪里要快点？啊，你还没到啊？哦，赶紧紧啊！你那时候赶啥？啊，你，哎呀，哈哈哈哈。嗯。还有一个问题，就可能是当年不，当年媳妇是当女儿啊，女儿比较懒散一点啊。不啊，没懒散呐。一下懒散一点。我们懒散哦，我听我。不用再啰嗦了啦，多念啦，女儿多念啦。是人啊，你知道吗？就会这样子的，拍谁啊？你我是过来人，我是待会讲就是，好累哦。嗯啊。然后煮东西二十年，生病的都是食物不对，都是大嫂煮不好。这句话现在很伤心。从此以后没时间买一点现成，不会这样子。我为什么要做那么累干什么？觉得自己都累死了，然后都湿疹了，那不需要做成这样，真的啊。我不了住吼，直接叫我不用湿疹。哦。我会这样子嘞。啊，后来就会换消炎就是有原因啊。以前不会那么热啊，为什么？太热了。不凉。然后煮东西煮到肚子整个都是，还被人家嫌嘞。啊，甚至有人发来个，其实我公公生病跟我没关系，那是吸烟的跟我没关系啊。啊，然后就是搞那种讲话，我你输呀，不投票，不讲那种话，我跟你说。我全都芝麻，嘿，六个全都芝麻。没关系，那一个我自己。然后，还写啊，然后做对吧？没。他结果就是以后就这样子，我再也不管了。尽量连我的事都比较少，少管了，好吧？弄半点点。啊，所以，我后来都不会跟他谈心了，有些事情也不会跟他讲，就变成这样，不需要讲。还嫌你啰嗦嘞，哎，还拢卖讲啊，啊，然后变无人诶，变那什么无人诶。不过有时候吼，我小朋友这样子，哎，蛮好玩，我跟你讲了。有一次我手机在楼上，啊，坏吼，没电来充电，然后我拿着充卡，思念卡卡而已，啊，进入我卡啦，以前他都会念，然后我就说，我电话接一下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唔通，我电话拢超贵呢，安尼啦吼。超崩啦！安尼听我讲，好，算，你在香港马上打给妈妈。嗯。好傻眼，然后，对，然后好，你知道他给我讲一句话，我是看到我哥哥的面子，弟弟这么想，我一个小姑也是，小叔也这么想，我是看到哥哥的面子来理这个嫂子，那以后我是不是我也不要理你们了？你们不理我，我也不理你们了，那更好玩，好吃的东西哈，哎，我不是叫他买给我吃哦，我问他哥哥，他哥哥就包鱼，给你，像我女儿以前都。他现在知道我妈妈要吃，他不吃，他就留下来给妈妈吃，偷偷的那个。我先正好，我们家配的喝。然后我有一次哦，因为那个东西我很喜欢吃，我就拜托好，你要买顺便给他买，我钱给你。哎，他做不到啊。我讲，你那里无人拜托我买，我买这个。他就是这种的，他电话接不用，没有接好。你知道我在外面，我跟我女儿电话，我刚好没电，我拜托人家给我借给我，人家要呢。然后我还给他五块钱，他不要十块，他也不要嘞。你看，有时候还比外人还不如，外人做水果，我有时候真的很傻眼。我给你高油做怎样？我有什么矮算了算了。他说他们家的生活一律都不大，不用管。我给你配合，啊，其他我不管。你们要去哪家吃东西 ，OK？ 哎，我叫我点东西，不用，你们点就 OK。我都 OK， 我都什么都吃。啊，脚太大不吃就吃少一点就好，对。有时候想开点，人生就这样。有时候对人生就好。说
过差不多就好。